这大半夜的，谁呀？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杰瑞、汤姆，你们怎么一起来呀？爸，原来是做梦啊！等等等，说好的去看电影呢？杰瑞呀，来了，差点忘记了，走吧。哎，那里有的士，出租车。啊，这司机不就是我昨天梦见的那个人吗？这可能就是个梦，不用大惊小怪。豆豆快走吧，电影快开场了。来了。爸，刚刚是车祸？不行，不能乘坐。杰瑞，我们等下一辆车吧。嗯，不坐车，你拦车干嘛？真的。要不我们走路去吧，反正也……这难道和昨天晚上梦？杰瑞，我们今天别去看电影了吧，我还有点事儿。杰瑞，小心！啊，怎么又是这么奇怪的梦啊？不行，我要告诉杰瑞。杰瑞，我做的梦就这些了，你可得小心点，不要站在楼顶啊。我才不相信这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事呢，没事的。可对了，我们今天不是要去爬山吗？现在就出发吧。应该只要别让杰瑞去楼顶就会没事吧。可以啊，不过杰瑞，你这几天可千万不要上楼顶啊。知道了知道了。这山顶的空气就是新啊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不能站在高处吗？不行，不能让杰瑞去爬山。别了吧，保险起见，还是回家休息吧。这样啊，那下次吧。嗯，外面有人吗？谁啊？啊，有鬼！啊，到我了吗？这下该怎么办啊？哎，有了。那你？玛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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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米卡玛卡。